今天谢谢你啊，梦辰。听我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我们那会儿是因为你想追求你自己的理想而分手的，我可以理解的。如果我知道你后来会遇到这样的人，我当时一定不会把你放走的。哎，可惜啊，这世上哪那么多如果呀。你干嘛呀？西西，既然我们现在都是单身，为什么不能重新在一起呢？不是，不能，你喝多了，孟辰。西西。西西，姐，西西，你别靠近我！西西，西西，哎，你跑什么呀？西西，你别跟着我走啊！西西，不是西西，你没事吧？我带你回去休息一下吧，西西。喂，大旭，今天上午的会议资料发了。大旭，你来救我！我遇见我前男友了。刘科找你去了？不是，刘科是另外一个人，怎么办？你来救我呀！西西，怎么办？他们要进来了。经理是吧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她喝多了，在里面可能醉倒了。别着急，赶紧开，快打开。谢谢啊。哎呀，走，都喝多了。别闹了，咱们回家。走开！哎，走，西西，听话。我不跟你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黛西，黛西，西西，听话。你谁啊？你谁啊？我是男朋友。你就那渣男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想把事闹大。就赶紧给我滚蛋，不然咱俩就死磕到底。看什么看？我是前男友。